啊，好啦，林正兄委员哈，啊来，甲咱陈正刚鼓励一下，安尼吼，来感谢，就是咱的主持人啊，阮彭兄弟啊，今仔日吼，哦，高雄真个看卖，这个难得个好天气，我今仔透早要出门，我有啊烦恼的，我想讲今仔落大雨吼，啊这啊正东这总部要成立，唔知要哪办，雨阁落真大哦吼，你真老气沉的啊。我烦恼个，你话到今嘛吼，安尼天气这么凉，这么凉爽，啊，好嘛甜啊！你就是讲，你若过了认真拍拼吼，含天公咪甲你疼惜啦，啊，咱是咪甲咱上拍拼，神正拢甲鼓励一下，啊哈，阿连泽，哦，这少年家吼，哎，咱黄伟泽市长哈，黄伟泽啊，亲身啊来甲咱正东来甲授旗，表示两个要并肩作战。在今年春两个半月时间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。什么人会当代表咱进入议会啊，来为咱发声？什么人会当代表民进党进入议会，交黄伟哲做伙拍拼？较早偌清着市长市政第一名，除了讲伊家己咬伊花啦，议会互伊没有后顾之忧。所以偌清着的吴省啊，伊的政策要推动。拢会当真顺利啊！就是较早伫议会有其他咱在场的安南区吼，咱的即前辈啦吼，过千华议员啊，马达教场，即有啦，感官咱民进党的新世代吼，党区的蔡小威，咱拢期待啊，会当来进入议会，过了认真拍拼，这少年吼，安尼真够好，人够优秀。我伫公园，我伫即个公园啦、路口啦、大街小巷啦，哦，安尼看了沈振东吼、哦，无数次啦，透早到透暗啦，吼、哦，阮大日头也是落雨啦，伊拢伫路边，伊拢伫公园，伊拢伫街头巷尾，甲咱遮乡亲逐个相交做伙。咱接触过振东的人吼，拢学了讲即个少年的真有礼貌，吼、哦，啊真客气。啊，真认真，但我有机会甲伊开讲过，啊，正东捌去我的所在，我拄仔在开讲，我感觉伊是一个真有想法，啊嘛真有理想的少年人。伊安尼老师无做，吼、哦，要来投入公共事务，听讲有人交伊爸花足久啦，吼、哦，恁爸爸吼，恁连泽哦，这算讲少年的老里长，啊，我甲咱的沈连泽里长，我嘛拢捌二十几年的老朋友啊。啊，所以讲，这少年的啦，愿意来参与公共事务，咱当然来甲支持。过去吼、哦，民进党的传统的就是一棒接一棒。咱若看到有年轻的一代愿意交咱来打这个党，咱拢爱给伊机会。中西北区啊，这边是民进党一级的政区啦，你真歹选，咱的对手吼拢真资深。只有沈振东进入议会啊，为民进党哦加拼一些，咱这我都淘汰啦。过去啊，国民党哦，伫议会安尼，你敢交代这议员？所以我对振东哦，我有真悬的这个期待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爱拜托咱这乡亲啦，咱少年的第一步上困难，这第一遍要选哦，上艰苦哦。即马蔡小威嘛是啊吼，拢是第一届的这考验。即咱清华议员哦，伊都即个，伊都有即个经验啊。第一步要打出去，蒙蒙渺渺啦，也毋知影条仔甲伫底吼，也毋知影选票伫底，啊嘛无人，啊经费嘛一定不足。所以最近今仔只欢喜哦，我看到咱真侪咱遮个地方个里长，咱遮出名头尾哦，咱遮个社团哦，哇沈振东老师较早学生家长，咱教育界遮好朋友啊，遮个大小朋友，拜托咱大家。啊，咱伫今年年底选举，让中西北区有一个不一样的新风貌。咱让咱台南市议会，咱共同栽培一粒啊，一个少年人，让年轻的沈振东、蔡小威追随吼，咱、哦、郭清华议员，这位进入议会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安尼好无？哦，我按都在都在咱选举黄伟哲袂当选的哦，哈哈，这黄伟哲啊。哦，全世界拢骂伊一个啦！哦，即马咧假假假新闻啦，抹黑攻击哦，咧选举吼，实在是真残忍啦。但不要紧，
啊，咱总是要来面对这个挑战。所以领导在咱市东部武选团队，咱的黄先挑哦，挑先，这过去是赖清德啊，上亲密的战友赖清德上尊敬啊，而且选举过分，即马是咱市东部注意黄先挑伊嘛到现场啊，阵人就无去占用大家时间，拜托咱大家收春两个月，两个半月，做沈振东最有力的总选员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各位，谢谢，等下。